范冰冰顺应粉丝要求，在微博晒出自拍照。内地女明星范冰冰经历逃税风波之后，虽然事业受挫，但仍然有不少的忠实粉丝支持。范冰冰不时都有在社交网站更新自己的状况。昨日范冰冰就顺应粉丝的要求，在微博一连发布了九张自拍照，更疯狂地覆网民的留言。相中她穿着睡衣，对着镜头一时托腮，一时嘟嘴，表情多多，妆容无可挑剔，精致的五官和白滑的皮肤真是令人羡慕啊。有人质疑范冰冰以前不是这一款双眼皮，暗示范冰冰曾经整容啊，但范冰冰就霸气地回复她说，30年都是同一个款啊。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按下边零一 TV 粒掣，再按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